氢气本身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还是有抗氧化。那为什么就要抗氧化呢？因为我们90%的疾病啊，或者是老化啊，或者癌症，都是因为自由基的氧化作用。氢气因为它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它安全，啊，因为安全的关系，它又有抗氧化跟抗化炎作用，所以它可以广泛的用在我们的慢性病上面。